好，来，我们就来做一些题目。这个要考的叫做左右相反，这考的叫做左右相反。好，那左右相反的就是反过来，像盖印章，你就通常是折起来盖过去，答案就出来了。那摆法会不同，答案会有时候会稍有不同，当然会出现。所以呢，我们答案选哪一个呢？要相等虚像。所以刚才里面答案那个 A 就变得怎样？太小就不可能，懂吗？ A 太小就不太可能。所以呢，要一样大，像那个猪好像就会怎样？太大，你就知道了。然后和四角也太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光看到要相等，就知道答案是谁了。那还要怎样？左右相反，反过来把它盖过去。所以答案就选的就是 B， 答案就选的是 B。OK， 好，下一题答案是哪一个？这个就有什么写法？这个就是你写上字直立的放在镜前。是一个问题，现在是平放在镜子前面，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好，你的字幕上绣名字，站在镜子前面，那名字的呈现是一个状况。OK， 就是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这个状况，看怎么摆。那也是一样，考的就是左右相反，翻过去就对了。原则上通常就是翻过去就对了。应该是挑哪一个？应该是要挑哪一个？啊？挑多几类嘞，啊，哪一个是它的成像嘞？我们找一位帅哥男，二十六，帅哥男，你的答案？你说吧，你说吧，你说选 C 哦，你选 C， 很好。成像性质，正立相等虚像，但左右要相反。翻上去。B， 答案选 B。通常就是翻过去就对了。啊，左边右边，从左边翻到右边，上面跟下面，从下面翻到上面，翻过去就是答案了。翻上去，你可以想象到翻上去的状况吗？好，那就是了。这就是这两个题目就在考什么？左右相反，考左右相反，就是我们的练习跟例题。OK， 接下来的要考的叫做物句等于像句。湖心亭赏月，湖深三公尺，湖面离月球38000公里。请问你，小明离倒映的月亮有多远？考物距等于像距。月球离湖面当静止多远？三千八百万公里。OK， 所以静止的湖里的月亮离湖面多远？3800万公里。然后你在上面一公尺，所以多一公尺，所以大概多少？3800万。所以答案选出。再考物距等于像距，考物距等于像距，可以吗？也一样，考物距等于像距。那这有问，就问法有很多种啦、啊。有人问人跟像变化多少啦、啊？有人问那个像跟镜子的距离变化多少啦、啊？看有不同的问法。他说站在镜子前面 1.5 公尺，把镜子向人靠近 0.5， 人跟像总共变化几公尺？总共变化几公尺？这在考物距等于像距。我现在离他 1.5 公尺，你靠近我 0.5 公尺，那我们的物距变几公尺？像距会几公尺？那物距跟像距又几公尺？跟原来有差多少？原来有差多少？这就是。好，找一位可爱的大帅哥美女。啊，这个叫做三号的意思吗？三号，你的答案？
A， 你答案选 A， 很好，答案 A。误距会等于相距，本来是 1.5 公尺，移了 0.5 公尺，所以误距减少 0.5， 那相距呢？也要减少 0.5， 左边减少 0.5， 右边减少 0.5， 合起来减少1公尺，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答案选的是 A， 误距等于相距。这一题还是误距等于相距，我离静止前10公尺，要让我跟像的距离变成5公尺，那人要移动几公尺？那人要移动几公尺？我现在离静止10公尺，然后我希望我跟近的人的距离是5公尺，那表示人要移动几公尺？这还是在考误距等于相距。找一位帅哥男友吗？有帅哥男吗？三一。2.5 啊，你答案2.5啊。自己跟镜中的距离是5公尺，那个是物距加上相距5公尺，所以就表示镜物距几公尺？ 2.5 公尺，对不对？我跟镜子 2.5， 相跟镜子 2.5， 那我跟他就是5公尺嘛。那我本来离几公尺？10公尺，现在变几公尺？ 2.5 公尺，所以我要移动几公尺？ 7.5 公尺，所以我要移动 7.5 公尺，所以答案 7.5 公尺。这三题要考什么事情？物距等于相距，这还有别的考法，什么去那个眼镜行配眼镜的时候，镜子要离放多远，什么之类，类似这种问题，都是在考物距等于相距，这就是你要会的事情，就是我刚才提示过你平面镜会考的东西要背好，成像性质、正立相等、虚像，还要背什么？左右会、相反，还要背什么？物距等于相距，把这个事情记好就 OK 了。